个比如说工资3000的男生，你会嫁给他吗？不会。他连自己都养活不起，怎么养活我？不会啊。多么现实的问题啊。因为现在自己出来工作以后就知道生活各种地方都要钱，以后两个人如果我工资不高你工资也不高，肯定各种吵架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 OK 啊。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吧，我不受这些限制。养不起我啊，我自己养我自己都很困难，如果找一个还需要我自己去倒贴的，那我可能，而且我又不是那种特别节约的人。因为我自己都养不起自己啊，3000怎么可能啊？要过日子不可能。不会，我很现实，必须得养得起我，不然就不养了。看他的潜力吧，就是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他是很想达到5000块钱的生活水平，还是他觉得3000块钱也。